张志正，一点钟后，你若是要再山头迄块土地让渡出来，张嘉玲就会永远待伫迄块土地下面，无法度转去。你有查来无？若是无，万免咱遮浪费时间嘞。免着急，我替你。啊，紧放手！这里。你是不是要问你的未来？我都还没问，你就知道真正厉害。你若是无愿意改革，无愿意奉献，那呢，你发生在地。我讲煞煞去啊！你印度的大师哦，那要靠天公伯超我的温度哦。这天公伯可能袂，哎，要紧啊！你要提哪站啊？方志正，一点钟后，你若是要再山头迄块土地让渡出来，张嘉玲就会永远待伫迄块土地下面，无倒转去。千万袂当让千寒因母阿囝去受伤，要若无头一个我就袂当煞。要紧的杜成啊，你进前紧的搞，公公实在太欠大。淘气，你要对自己从啥？我即马给你半点钟啊，电话边寄物件来了。就干那给我一支钥匙。你即马等我的面敲着恁爸，问看卖是开倒一个保险箱，代志就解决。我第一点我已经跟你讲，也唔过你绝对要保护千寒因母阿囝的安全，知无？山头迄块土地，刘大叔，你有查来无？若是无，万免咱遮浪费时间嘞。免着急，我替你。啊，紧放手！这里。你来做迄个阿伯啦，你才死啊！你就是白死了！我干啥？我干？我你骗你！我给你弄！哎，叶志成，原来是你啊！